你想害了村里的人吗？
腾龙术法在哪儿呢？以法力应可将其激活。那是应龙，又见面了。镇压了我500年的可恶凡人，快被消灭了。不对，这法术恐怕还不够强大。愚蠢的凡人，你料不到我竟提前出困了吧。多亏你们破坏了玉璧封印，让我提前脱困，我的回报就是赐予你们死亡。成真，我会死在这里。不，预言只是预言，它能不能成真，还要看人。都别发呆啊！这条龙已经被压了500年，他现在就是个残废。我们要是输给他，不是太可笑了？好大的口气啊！狂妄的家伙！力量好像在流失，他好像忽然变弱了，看来屠龙法术还是伤到了他。好机会。